日前，江苏省南通的一艘明斯克号航母发生大火，现场火光冲天，浓烟滚滚。据悉，这艘航母曾经在前苏联海军服役。8月16日，南通一艘航母起火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。视频显示，当天下午，停在水中的一艘航舰冒起阵阵白烟。目击者说，浓烟滚滚，但在远处看不到明火。另一视视频显示，天黑时，整座航舰黑烟滚滚，熊熊的红色火焰在燃烧。目击者说，目前还在烧，火势还蛮大的，还没有变小。截至16日晚间9时许，明斯克号航母的火势仍然很大。有拍摄视频的网民说，航母甲板上还有人员，而消防员集结在附近陆地上无法登舰。大陆网民表示，我们下午7点经过苏通大桥的时候，看见浓烟滚滚，想改成公园，内部在装修，结果起火了，放了好几年不动，这一改造就着火了。公开资料显示，这艘明斯克号航母曾为前苏联海军所有，1993年退役后卖给韩国大宇重工集团，1998年中国一家公司接手明斯克号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这个航母烧的这个顶子应该烧的就全部塌了。哎，这甲板上好像还有电灯，电灯光好像还有人啊。哦，还有人啊，这个电灯光甲板上呢还有灯亮在上面。它这个顶子上面就全部烧没有了，它烧到最后就烧塌掉了。开个屁，哦，它上面还有人呢，还有灯光在上面，甲板上还有人。现在都晚上8点半将近9点钟了，烧了5个小时了，那还有人在上面，还有灯光在上面，消防员上不来，烧得一塌糊涂，路上全是119，西边大坝上无人机在上面。哦，一航空母该烧出来的，烧出来的航空该烧到的，吃到倒流啊，越烧越大。航母工人还在造呢，哎，这个航母怎么烧起来了？航母烧掉了，119都过来了呢，119在上面下不来呢，好多119，好几个了，好几个消防车了，现在不知道怎么下去了，航母烧掉了。航母烧起来了，烟大得很，哇，好大的黑烟，哇靠，一股焦味。还在造了，哎，这个航母怎么烧起来了？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，不受财团政党影响，真实感言。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、两岸议题，或者想要寓教于乐、丰富人生，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。订报专线0800566688。